的世界是糖果色，少年的世界是无限可能。走过20岁的路口，我想对自己说，我的世界还有很多未完成。我想去拥抱未来，完成我的未完成。喜欢小动物就像热爱大自然一样，是从小与生俱来的。我一直觉得你付出了多少，他们就会用多少的热情回报你。今天来到宠物医院，想做一天的义工，希望能为小动物们带去一些温暖。你好，你好，咱们熟悉一下这个小动物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医院最比较豪华的一个总统套房。好，总统套房，总统套房可以进来看一下。然后在睡觉哎。对，在睡觉。可以摸它吗？好，这边是住院部。雕，对，是雕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兔子。这个呢？拜拜。我是龚医生，医生你好。然后今天我负责带您整个这个体验工作。然后首先咱们换一下工服，好吧？没问题。OK， 这边。来吧，今天正式上班啊。好。这边是咱们就是留观的一些动物，然后还有一些是带主人领养的。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他叫芊芊。芊芊。我们互动一下，然后给他做一个常规体检。体检完，如果要没有问题，今天会有主人过来领养，然后到时候咱们可以一起，好吧？好，嗯。然后咱们给芊芊做一个常规体检，嗯，现在给他做一个听诊，听完之后我会让您尝试一下。OK。好。来，扶一下。这个时候您可以帮我，对，轻轻这样扶着就可以。扶着他的。对，扶着他的前部这个手。这样吗？哎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这样。感觉好喜欢你啊，他一直在挠我。认识你吗？你认识我吗，姐姐？我觉得他不认识我。哇。OK。别动啊，别动。然后一般这样的话，我们会听一下他的心率，一些严重的心脏病我们也可以听出来。要不要尝试一下？感受一下狗狗的心跳，听得到吗？等等。我听出来，他说他很紧张。那您厉害，比我厉害，是吧？算正常的吧，应该是。是，他的整个心率跳的还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眼睛，对，您帮我扶着一点就可以。然后下一步我们看看牙齿，牙齿主要看他有没有掉牙，有没有牙结石。然后看一下耳道，看一下里面有没有脏的东西，可以看一下。然后很多皮肤问题比较严重的，其实手有经验的医生一摸会有一个疙疙瘩瘩的表现，可以摸出来。然后你这样顺着摸一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是吧？可能四肢也会做一些检查，比如说它的脚垫，因为小动物四肢它没有防护的情况下，经常在地下走，可能有受伤啊，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皮肤问题也要看一下。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，我帮您扶着。好可爱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全身检查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先采血吧。好，对，还是坤坤帮我压着这个血管吧。好 ，OK。看这个手，啊，轻轻，这边一点点，没问题。OK， 可以了。好了。对。好了。芊芊有点紧张了，没事，轻轻。好了。等所有的这个。采血啊，检查结束之后，然后我们可以给他一点水，给一点零食，然后奖励一下。这样的话，我先给他一点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吃个东西好不好？有备而来，很棒。哇、哦，好不好吃？他不吃，咬不动。他可能是有点紧张。紧张的吃都不想吃。对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吃的，是吧 ？OK， 很棒。目前他的血检是正常的。小动物们喜欢人，总是黏着你，希望抽出时间陪它。你的世界里色彩缤纷，也许不只有它一个，但对于小动物来说，
它却只有你一个。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。